来，准备摊牌哦。来，诚心恭迎新庄地藏庵文武大将老爷圣驾来临，恭迎圣驾。麻烦身边边个人员，哦，帮我抓起较开咧吼，帮我抓较开咧，歹势吼，咱个工作人员。怎么样？咱摄影师们缓慢动点，我来加。好，谢谢。全体肃立！天君岁数任英年，良辰吉日，奉着咱新历5月29日，旧历7月29日，奉着咱新庄区地藏庵文武大将老爷平安老天大殿万万顺心，由着咱新庄富贵张存富、张志贵、荷包当铺东阳达达、陈生车业洪志成、名人企业林金奎董事长、四海机构四爷太将罗下地主一同向着咱文武大将老爷恭祝圣诞新秋万寿无疆，行三上修礼拜，再拜，三拜，祈求世界和平，疫情消散，度温善意，平安吉祥，欲祝信徒愿天下万事大吉利，全体再行三拜礼拜，再拜，三拜，祈求。啊，咱收香了哦吼，咱哦再行哦三叩开收礼，来礼成圆满安尼吼。香灯香插好安尼吼。在此有着咱新庄富贵陶艺团，咱的张存富董事长率领全体技术人员，三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礼成圆满，在此掌声鼓励。非常感谢，恭喜咱文武大将老爷，相谈千秋，相驾千里归，天天福比万名，事事顺利，招财进宝，丢火红星，感谢，非常感谢。来，麻烦管理其他部分的吼，点头过吼，感谢你。来，感谢咱阿多边啊吼，咱的小发团要来安接下吼，咱的香槟边啊人员麻烦站较开咧，吼，咱上车另一条路，麻烦咱的汽车卖到边路中，吼。恭迎文武大将老爷，圣驾车临，掌声鼓励。诚心恭迎文武大将老爷莅临，新庄富贵团莅临参加。
非常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所有团队，恭祝着咱文武大将老爷圣诞千秋千千秋，万寿无疆，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掌声鼓励，嘿！大家辛苦，大家辛苦。